中央之路的核心成员大部分来自于国内外一线的游戏厂商，无论在手游还是端游上都积累了大量的开发经验。我们不断地丰富和打磨每一个细节，希望能够在移动设备上给玩家提供一款端游水准的高品质游戏。我们在概念设计阶段参考了许多的中国古典神话，力求给玩家展现一个富有乐趣、与众不同的神话世界。在风格上呢，我们以清新亮丽的卡通风格来配合这一世界观的构建，并且运用了一些次世代游戏的制作经验，让玩家在有限的资源下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游戏画面。在游戏内容设定上呢，我们真实还原了传统 RPG 的精神玩法，还根据手机游戏的特点增添了很多具有创新性、娱乐性的活动。我们根据每个职业的特点设计了丰富大量的技能，随着游戏的体验与剧情的深入，玩家在游戏当中呢可以遇到各式各样的有趣的 BOSS， 玩家可以将其打败收服，变成自己的伙伴，相伴一起呢能完成整个游戏的精彩旅程。如果有人认为 ARPG 的核心是战斗，那么我认为它的灵魂是打击感。提升打击感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工作，这背后需要数以万计的细节支撑，凝聚着整个团队的经验和沉淀。手机游戏上一直都没有同步感特别好的一个产品，我们为此特地设计了一个多人的同场 PVE 以及多达8个人的同场 PVP 的一个游戏模式。这场战斗其实它是跨服的，多人的即时的一个跨服。如果你喜欢实时战斗，那么选择这款产品绝对是没错的。